这架湾流 G6501R 编号 B99988 就是郭台铭的私人专机，要价超过21亿。12号傍晚载着郭董到台东机场后，竟然被下逐客令。我自己的飞机从台北飞过来，对不起，他们说不能过夜。为什么不能过夜？我说中华民国飞机为什么不能过夜？今天在台东机场在执行演习，军事演习。今天观光客要来说，对不起，我这里飞机场军事演习，日本人所以要到军事演习的地方来观光，夜来我。搭乘专机台北飞台东，碰巧遇上年度汉光演习预演，郭董颇有怨言，频频叨念飞机得先回台北，隔天一早再来接人，实在太扰民。演习视同作战，有些是在管制的，它里面我们不是说飞机要过去就落地落地，不是，它里面要装捕捉钩，它里面要装拦截网，这些相关的作业，如果是有闲杂人等在那边做观察，或者在那边拿个相机在那边做勤收。那会造成一种军事价值或军事情报的一些外泄。就算军演事关国家安全，但私人飞机不在身边，却让郭台铭坐立难安。这款商务飞机全台只有5架，想拥有口袋绝对要深不见底。拥有者还包括龙岩、鼎新、中信等。过往不管飞去美国找川普，还是到捷克打 BNT、欧洲买疫苗，郭台铭都是搭着它。当月申请的航管批达，他就没有申请过夜。演习的人员晚上就是他作业的时候。因为白天有民航机就请假，那晚上的飞机都离开。大家关心侯郭世纪同框，郭董却挂心着私人飞机，有钱真的可以任性。镜新闻陈胜义、徐隆昌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